我们看这一题，这里他说哈，如这个图啦，已知哈，这个跟这个相等，也就是这是一个等腰三角形。然后呢，B 哈跟 AC 垂直 ，CD 跟 AB 垂直啊，啊，他要你证明哈 ，BE 等于 DC。我们现在就来看哈，我们现在来证明啊，我们在这个三角形哈，这个。B、C、D 与三角形哈 ，C、B、E 中啊，这个因为哈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AB 哈等于 AC 啊，所以哈。角 B 啊，角 B 就是这个角，等于角 C， 哦，这等腰三角形两底相等，哦，等腰三角形两底相等，两底角相等，然后呢？一个共边 ，BC 等于哈、哦，这个 BC 啊，啊、哦、这共边啊，然后呢又一个直角，哦，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吧？这个是 AAS 全等啊，角一呢等于角二哈。角一等于九十度，等于角二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已知啊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 B 一，CD 啊哈，它跟 AB 垂直嘛，所以角一等于九十度嘛。那 AC 跟 BE 垂直嘛，所以角二也是等于九十度。哦，这是已知的、啊，这是由这个已知得到的。哦，哎呦。由这个一啊，二、三，哦，这两个角嘛 ，AAS 啊，哦，由一、二、三之得三角形 BCD 全等于三角形 CBE 啊。什么性质呢？这是 AAS 全等性质，所以哈，这个 DC 哈，DC 是等于 BE 啊，哦，这个 CD 等于 BE 啊，所以哈，这个 CD 等于 BE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对应边相等的。这样就得证了。